今日是2月24日农历正月十五，元宵佳节，祝大家恩爱幸福。今日而二晒开始祭祀，最旺的生肖是猴，有机会遇见贵人，事业和财运均受惠。属猴的关智斌近年北上发展，参与内地的综艺节目《披荆斩棘》第三季，令他在内地的人气再度急升，之后又回香港拍剧，还在去年年底推出新歌。早前 Kenny 更现身红馆，担任师姐兼好友 Twins 演唱会嘉宾。 Kenny， 你要多点外出，话唔系你嘅贵人就喺你嘅身边啊！今日嘅幸运星系水瓶座，爱情运上升，有心仪对象者，唔好错过表白嘅良机啊！有小刘亦菲之称嘅内地女星黄彩妍就系水瓶座啦。去年他和内地的顶流男星杨洋因为拍摄剧集《我的人间烟火》而传出绯闻，不单止曾经被网民拍到两个人去马尔代夫旅行，又被内地的媒体拍到黄彩妍连续三日前往杨洋入住的酒店。虽然他们没有正面回应，但黄彩妍你爱情运上升，真是有心仪对象的话要勇敢表白啊！